超级下饭。来了吧，欢迎进我休息时间，干饭干饭，这是妈妈做的红烧肉。妈，用入口就化。超级爱吃猪皮，也和我一样的弹幕上扣一，我看多不多。我感觉这种腌的鸡蛋比鸭蛋还好吃。气死我了，出去和那个楼下的人沟通，不知道是搞什么，昨天晚上关电闸关了两次，都是在我家煮饭，中午妈妈给我做饭的时候又关了一次，因为她每次关掉嘛，那个饭就是要重新设置重新弄。好嘞，她刚刚又给我关了一次。哼，气得我都没胃口了，这个菜很嫩，很好吃。嗯，绝对的健康。哦，还有热啊。炖肉什么的，放这个。少吃点饭，多吃点菜，啃个骨头。绝了。根本停不下来。好入味啊，这次红烧肉太软烂了一些，但是真的好入味。这块肥肉，给它就一口饭。不能再吃米饭了，好像真的好想用这个拌饭。嗯，不行，
不行不行，不能太放纵，毕竟最后了，我要坚持。再吃一口粉条。现在我感觉就是一个5分饱的状态了，但这不是开玩笑的。吃太多，它长太大，受苦的是自己，为自己管住这张嘴。OK， 再忙再累也要记得按时吃饭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